当个特殊，以后这老脸放哪？有再生啊、其实全是后排技能，高神还不能打。其实这只宝宝可以先拍遗志和进击法爆，我觉得进击法爆是 OK 的，因为有低法爆的话，万一是可以忍的。第一本书的话，法波不打，魔心不打，法莲跟须弥跳位的话，怎么也跳不掉。第一本书打进击法爆啊，神一点，画魂是你的 ，OK 啊，好的好的，神一点哥。泪妖所带的臂带，它不是泪妖，把泪妖的臂带全都合上了，再加上画魂的两个，再加上特殊技能，其实这个宁国炼彩都可以不要。须弥家出其不意九红也很值钱，这只宝宝九红如果能拍成全红的话，肯定能卖5个 W 以上了啊！不算这个技能，算是这个技能那就不知道了啊！兄弟们，你们想想，一个须弥真言虽然全魔加点1800血，1800血，然后被力劈劈了20000血，增加了一个10000的护盾，对不对？相当于神用了5次，屌不屌？啊，兄弟们，学会了吗？现在这个 bug 改没改？就是死了以后盾还有没有？我记得二狗提过一次，好像改过啊。以前的蛇有这个 bug 啊。这只宝宝咱们点到为止，就打掉了静态妙题，继续打掉了须弥。这只宝宝静态妙题有必要继续吗？第一本高级进击法爆。这只宝宝没有任何目的啊，就是让他就是猥琐啊，能不死就不死，然后对不对啊，最后猥琐吃鸡，不正面刚，能躲就躲，来法爆直接掉，谢谢。兄弟们，下一个是掉须弥还是掉再生？现在这个宝宝全是后排技能了啊！暴击！哎，明斯跳了啊！明斯跳了，可能掉了，但是我觉得掉的技能不关键，须弥和出奇没掉啊，宁光炼彩也没掉，那就没事啊。现在还有再生冥思和神迹，现在1、2、3、4五本书了啊！我操，老板先用一段时间吧，魔心猥琐发育一段时间。法波魔心法莲啊，法波魔心法莲，法莲不敢打，法波魔心全凭运气啊！啊，老板说现在能值多少钱？那现在能值的钱跟刚才值的钱差不多，因为这种宝宝买的人他是特别高端的，高端的人他忍不了。你上了两本书跟没上的话其实差不多啊，就是别问价值，自己用的话啊是要好很多啊，自己用的话，但是你要说现在比刚才的胚子价格它也不会贵太多啊。下本法波的话肯定是落在再生位，然后再生须弥再一跳，我觉得须弥出其不意，除了宁光炼彩啊，三个特殊这俩技能都有机会啊，但是须弥的机会会掉的机会高一点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必须得打。法波总好过打法莲。其实这只宝宝有鬼魂在是 OK 的啊，有鬼魂在是没有毛病的。掉了它不科学，高法波在再生位。啊，老板这样的话反而不慌了，那顶多是循环一本书的事嘛啊，这样的话就不慌，这样的话你就还有冲击掉鬼魂神级的机会啊。兄弟们，打必成，再生滚蛋吧，这只宝宝只要三特殊都在很容易就忍啊，打掉鬼魂再生冥思再三个技能神技再掉一个就可以，差不多可以带套了，顶多带魔心套，没有法莲而已，马上就能引啊！下个是再生吗？啊，再生须弥掉了一个，兄弟们，神迹高鬼，哎呀妈的，我以为再生掉了啊，现在还剩三个格子，剩两个位置，出其不意须弥和高级进击法爆啊，须弥应该是没了。
能看到。老板，这个其实也还 OK 啊，也还 OK 的，也还 OK 的，因为那个两个技能还都在嘛，啊，然后再回的话只能回涂山雪或者是须弥大童子了。这个法爆当时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我说再生须弥啊，真的好危险，我以为掉的再生啊。好了，兄弟们，老板事到如今啊，事到如今不选择回炉了啊，直接交代。一本法波打开局面，兄弟有法波了，这回掉后排吧啊。后排是后排，后排技能这么多能掉的，妈了个巴子的，这回不行了，老板，这回不能再打了，这回真的不能再打了，这回护盾主技能蛇卵不值钱啊，这回真不能打了。